为这个舞怎么跳，超详细教学教会你。OK， 我们今天讲解一下，据网传谢未改编之前的版本音乐怎么去跳哈。然后刚开始呢，还是一样的踩点，嘎子摸过，对，摸过这两个词境。然后这个呢，就是去指自己的左上和右上，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哈，不要哎越做越下去。同时呢，带自己同方向的脚，指左就出左，指右就出右，注意同时带上一个顶胯会更加的好看哈。然后这个头呢，看自己的风格，你可以选择比较力量型的哈，也可以选择比较稳的表情管理型的摸勾，对，都行。好，然后接下来就进 shake， OK， 这个音乐来了哈。其实第一个动作蛮简单的，就是这个哎跟原版比较类似的手哈，但是换了一个方向好像是哈，然后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小小的转圈，维持住四拍。然后这个四拍呢，可以用我们的胯来计数 ，and one, two, three, four， 对了，四个小小的弹点哈，然后它弹的是比较均匀的往下压的力，对，你就像这样的哈，然后只是加上了从左往右转方向，同时手呢，哎，贴头皮啊，然后贴头皮之前呢，可以给一点点这种蓄力，它不是这对一直夹在这里的，它是挥过来的，感觉到没有？从这边右上，然后往左带，同时是 OK 哈，然后这一个头也是。可以选择比较框架型的一二三四，对，也可以选择表情管理型的一二三四 ，OK， 看自己哈。然后这里做完了之后，跟了两组尾巴，第一组是收脚弹一组啊，然后第二组呢是蹲脚弹一组，哎 ，OK 哈，那么就是右脚弹左，左脚弹右 ，OK 哈，是不是还蛮好记的？只是他们踩脚的方法、弹脚的方法不一样哈。第一个是把自己的脚弹起来，第二个是放脚把自己的脚贴着地上弹啊，不再离地 ，OK 哈。我们单独的去跟这两组 ，and 踩弹起落。弹起 ，OK 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我们的手手，开 and 打一下 ，OK， 你看这一个打就跟我们的这一个抬脚蓄力配合上了，我们尝试一下哈，无力接脚 and 落脚打上去啊，再感受一次，无力接脚落脚打上去 ，OK， 好，然后落脚打上去之后呢，再放脚是吧？放脚的同时手手往上走了，上走 and 蓄力打上去，对了，然后这一个胯呢进。这样不是不管了哈，弹回弹回弹回 ，OK 啊，好，我们组合一下哈，然后现在连起来看这个动作更加的有规律性，往下放手弹一次，往上放手弹一次 ，OK 好，尝试五六七八五六七。八 ，OK， 好，这里就是正式的第一个八拍动作。我们分成了两部分讲解，第一部分是 shake 转转转，踩弹踩弹，对，加两个踩弹哈。OK， 大纲已经 OK 的同学，跟着我去认真连贯的放开做一次啊。啊，我们从这个摸勾这里开始进啊，五六 ，got 摸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好，最后一个八拍，将就这一个手，噗丢掉啊，然后注意这一个手呢，它不是丢掉，是用力的扯开，扯开，然后再延伸往下的轨迹，同时产生了一个拉开的力，对吧？这一个力呢，把自己拉到右边去，哎，对了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右边。哎，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有基本功多余的能力同学做一个 wave 啊，怎么 wave 呢？平时比较简单的 wave 就是顶胸往上顶哈，从下面往上顶，从下面往上顶。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从平面往上后顶，对，它的起点和终点依次往后延了一点点哈，然后尝试一下，嗯，踩脚顶上去。继续顶上去，哎，不是往后哈，很多同学一想着，哦，我往后，那就这样，这样你就做反了这个身体的部位。我们要求的是胸口，不是腰哈，你看这个是腰的东西，我们是胸口，胸口，胸口，对。如果换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胸呢是从前面往后压，对，保持住哈。然后这一个动作搭配上我们开手就行了，维持两拍，还是爆发在第一拍上哈，不要犹犹豫豫的，一二。and 一二，对了，好，三四，再做一个往右，哎，这一个右是往右滑胯哈，同时搭配手型，哎，擦嘴或者下颌线哈，看你自己喜欢，然后两个往右把它连起来就行了，一个开右，一个滑右，对了哈，第二个是跨坐下去的哈，你看依次再传。
传上身，传下身，哎，是不是就很好记了？好，最后一次啊，五六七八打二二三四，好，然后超级快的五打六打来了，单看手比较简单，戳起来，戳起来，可以吧？哈，再感觉一次，注意手手它不是。下上不是下上，是弹起来啊，使劲的往下砸，砸哪里呢？砸自己反向这边啊，使劲一点，蹭，好，一个动作就把它拿起来了哈。这边也是弹起来，好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戳手方向的脚，这个我们刚刚戳到哪边？这边是吧？那就动这个脚，左脚哈 ，and 这个，对了哈，它做了一个弹胯出去的力量搭配哈，你看这个是不是发力？哎，这个是不是发力？哎，组合发力 ，OK 哈就行了哈。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同学们。咱们就是直接的左脚伸一下，右脚伸一下，这样理解也可以，只是做出来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爆发一些。好，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快速的把这两边完成啊，五六七走，五六，对了哈，然后最后一点点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做 ending 的意思啊，嗯，甩手甩手，哎，甩手干嘛？摆一个枪出来哈。再看一下，这里呢我的想法是先甩左，但是我看了一下视频呈现出来的效果，哎，右手很明显哈。左手因为这里太快了，所以说左手甩看的不是很明显，你们尽量的想法上还是左手甩，左手带右手 OK 哈，然后注意右手不要举着，平着哈，五六七着七打 OK 好，然后这里摆好了就噗，对，把这个子弹发射出去就行了，同时呢往这边甩加一个收脚合起来的过程就行了哈，七打八，哎，对了，讲完了，第二个八拍我们单独的理一下哈，是衔接的上一个八拍的噗噗之后，嗯，打开一次继续往这边滑二次哈，然后加很快的五 N 六 N 好，造型七打八，嗯 ，OK， 然后整个片段我们就讲完了，就是一个前置动作 ，get more go， 然后加 she， 好，两个弹，哎，好，然后再加两个开，开了之后加两个很快的左右，哎，好，加 ending，yes， 大纲就是这样的哈，注意这里很快。巨快哈，大家放心大胆的去追，不用担心会抢拍，应该是不会超过这个速度吧。好，然后现在呢，我们把整个片段连起来合一下哈，准备五六 get more go， 谢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啊，多跟着音乐去练习。